大家好，我是查米，今天是2020年2月14号，周五，现在的室外温度是-11度，晴天，昨天下午这场雪呢，因为是陆陆续续下嘛。也不怎么很大，但是呢，温度低。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，连后门，这个车门呢，都打不开，冻住了，要使劲去掰，才能把它掰开。今天说些什么呢？今天呢，我告诉大家，我已经就是转正了。转正了呢，没有转正以前的呢，区别有3点。第一点就是加工资了，因为现在已经是15块5毛钱一个小时了，我很满意，我也很高兴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有另外的商业医疗保险。公司出一半的钱，我出一半的钱，每个月可能是80多块钱吧，应该是。我听我的这些工友们说呢，这个保险呢就涵盖了，一次的就是推拿的钱，应该是100块钱吧，另外有200块钱的。换近视眼的钱，近视眼这个镜片的钱，还有呢，就是有1000多块钱的牙医的钱吧，应该是有这3点的钱，就是有了一份商业医疗保险了。第三个呢，就是公司，假如说要解雇我，要提前1个月通知我。另外呢，我呢要辞职呢，也要提前1个月告诉公司。我现在所知道的呢，就是这3点的变化。这个跟国内劳动法可能是不一样的，国内劳动法好像是1个月吧，对吧？试用期，1年或者是2年的这个用工合同，不能超过1个月的试用期嘛。这份工作呢，我是喜欢的。现在呢也是适应了这份工作了，因为每天有点事情来做，是吧？也有收入，就是最起码能养活自己嘛，是吧？还是比较开心的，就可以有一些时间，而且这个工作时间呢。让我也有一些时间呢，去进行自己喜欢的事情嘛，就跟下个周一，又是一天的，等于是 family day，又是放假，又是休息。虽然说没钱嘛，但是你有几天的时间，就跟我现在，我就在搞这个车辆改装的事情，陆陆续续也买了一些东西了，还是蛮好的。因为你下午四点半，夏天的时候啊，下午四点半。下班的话，这个天气说实话是很早的，你可以去外面浪几个小时，去钓钓鱼啊，去踩踩点啊，去看看风景啊，去用摄像机去，拍摄一下这个鸟啊、大自然啊这些野生动物啊，也是很好的，是吧？所以说我是很喜欢的，也希望公司越开越好吧。能让我这份工作能安定下来。
好吧，今天就说这些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祝大家家庭幸福，平安，谢谢，再见。